乐天国小举办94周年的校庆音乐会，现场哦，国旗印袂少的学生甲家长到场参与，然后小朋友哦体验到音乐会气氛，可以当展现因平常时努力的成果。乐天国小全校学生为三年前开始，每年伫咧乐港文创会馆，拢会举办这大型的音乐会。全校师生以及家长、老师、社区居民，做伙来感受弦乐的震撼，享受美妙的音乐。学生伫咧经过逐工的练习，总算有机会伫咧大家面前一展身手，大家拢有无同款的感想。从去年七月暑假就开始练到现在，然后就是每个礼拜都每天都要一直练习，早上、中午。对，然后当然这次表演当然是很兴奋，因为我们练习那么久，就是要今天展现我们的成果。最感谢的应该是张主任，因为他每天都会，就算他受伤也会来帮我们练习，所以我觉得很感谢。乐天国小全校学生为未晓演奏乐器，到伫咧各项的音乐比赛当中得到好成绩。每一个囡仔会当讲，拢会晓四五种的乐器。伫咧这款的学习当中，嘛来发现这群囡仔的音乐潜能。走出校外的一个演出，从早期的一个音乐快闪，到三年前我们第一次的，我们到鹿港统一度假村的文创会馆来做第一次演出，结果发现效果非常的好，让我们鹿港镇内的家长非常欣赏，也非常肯定我们乐天国小的一个办学理念。很多学校可能要花钱学音乐，按我们学校不需要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，这对其他学校来讲是比较不同的地方。乐天国小学生因努力营造出动人的乐章，迄种充满着对音乐的热烈，带予大家一场真优美的音乐盛宴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乐港采访报道。